要不要再一下？差不多。看你看，我再一下。大哥教的。我这边就是高流，然后捷运转轻轨就会到这边了，然后走过去就是场馆了。我高流见。以人心为怀。你怎么做得很拘谨的感觉？看这个椅垫舒服吗？看起来蛮软。这个高流的会场，就是我们蓝队的主场。没错，全部的椅子都蓝色的。所有蓝队朋友一起来，占领这里，占领高流。布瑞，台上的椅子。但这个视野就是整个视讯全部都很清楚。这里也不错啊。但我觉得最好的还是摇滚区啊，当然，对，最好最棒的真的就是摇滚区。这里面舞台搭起来，然后再加上灯光、LED 板架起来，应该会蛮舒服的。就从上面看起来会是，就跟北流是蛮像，尤其是二楼前面的，其实离那个女生台和主舞台其实蛮近，是蛮舒服的。问姐。巧遇，好像看到债主了，没有？对，我8月21号会先帮那个慧仁姐做个暖场的动作。凭什么你在我前面办？因为这是新的场地，对不对？那势必要让慧仁姐来开演唱会的时候，她的整个场地啊，然后喇叭都最好的状态。所以我现在测试一下，帮你把这个喇叭暖开，到你开演唱会的时候，想要炸？他就坏了。不会。一个哇。简单哦，很好吃啊。它的汤头很简单，就是很简单的汤，然后加一些酱这样子。反正它的口感是因为它可以咬到每一根那个肉质哦，很好喝。要再一下，差不多。看你看，我再一下，要看那个熟成，你们可以了，这可以了，牛肉的熟成。随便